お疲れ様です。今日もいっぱい飲みましょうか。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探的时间。今天我们来喝哦，许多人敲碗许久 Tamdu 15年5.9 bottle 的酒精浓度 46% Until Filter Non Color。 好，很火红的 Tamdu 哦，最近还出了18年。那我想关于 Tamdu 这家酒厂应该也不太需要介绍，大家应该都滚瓜烂熟了吧。总之呢，他现在是在 Ian McLeod 集团，跟 Glengoyne 一样。那关于它的 Untill Filter Natural Color 的标志呢？我记得 Untill Filter 是写在外包装那个盒子里面，那 Natural Color 的部分呢是写在背标。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坦度在日本呢是由 Three Rivers 代理坦度家酒厂，跟台湾行销不太一样的是，日本这边多注重在单桶的包桶上面，因此呢，过去曾经有 Three Rivers Tokyo。以及 Roder 还有 The Whiskey Hoop 的单桶释出哦。那桶型呢，除了 Spanish Oak 以外，也有 American Oak 的 Oroso Sherry Cask。好了，太多废话了，我们倒酒吧。使用 ISO 杯，我们给20沫。那这一支坦度15年我是买在初期的时候，所以呢可能跟现在装瓶的版本会有一些出入，会有一些表现的不同，因为 batch 上的问题。总之我们来闻香吧。香，很香，没错，雪莉桶给予的那股如梅干的、梅酱的、无花果酱的、无花果肉的，然后带 chocolate 的巧克力，带点牛奶巧克力的。如果没有喝过坦度的波本桶的朋友，务必去酒吧试试看它的 IB。那有一些有波本桶熟成的品项哦，你可以发现它其实带比较多那种 creamy 牛奶糖的味道。因此呢，可能在 sherry cask 熟成下、Spanish oak 的熟成下，会带更多的那股牛奶巧克力的味道。一样的，我们给它加个3滴水，轻微的摇晃酒杯，轻微的。哦，经过加水，我觉得我丝丝的、细微的可以抓到一些 Spanish Oak 的那股丁香的味道，其实带一点点油漆味哦，一点点而已。比较厚重的 Spanish Oak 的特征哦。哦，以及呢，关于坦度，我想要再提的一件事情是，它在 sherry cask 熟成时，蛮容易带出那股 sulfur 的味道。有了 ，sulfur 来了，夹带着那个 sherry cask 那种香甜的味道，所以其实并不会太过于的明显。慢慢喝加水，它就会慢慢展开来那股隐藏在 sherry cask 甜美之下的，牛味，这股味道我觉得接近它比较接近硫磺，然后有可能比较接近一点臭鸡蛋的哦。那其实关于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谈。牛奶巧克力、巧克力粉、梅酱、无花果酱的，但 Spanish Oak 给予的丁香、桂皮、油漆感，那经过我加水放置之后，感受到一点细微的苹果皮的在 top 的地方，那在深处呢，带一股 sulfur， 带一股硫磺、鸡蛋的，喝看。
所以一开始卡在喉头，之后呢，整个口腔就会是那个股满满的那种硫化物感。但是呢，由于它用头算确实，因此呢，并不会那么的，我觉得啊，我觉得这部分看人啊，我自己觉得是还没有到把整个硫磺的味道作为主体，但它确实是有那个硫磺的味道的、哦，一开始甜味相当明显 ，sherry 的，那在中后段，然后硫磺味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直到吞咽进去之后，那个硫磺味才会更大的放大。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特别，是当我在一开始买来在喝的时候，觉得哇，它是一个哇非常干净的 sherry cask。那可能因为我的经验慢慢的累积之后，才发现啊，关于坦度家酒厂，我可能从 official 拔头并没有办法认识到的风格，我在一些 IB 的，不管是波本桶以及呢雪莉桶的酒款上，慢慢去喝，然后呢跟日本酒友讨论说，哎，坦度的风格是什么？然后他们说，Suffer， yeah， 还好有共识，就哦，那如何懂？于是呢，今天跟大家分享。那还有一点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之前有做一部关于 Until Filter 冷凝过滤的影片，那这一支。它号称是使用 Until Filter Non Color 无冷凝过滤无调色，但整体在口感的表现上，它并没有到那么的像其他的无冷凝过滤的酒款如此的厚实以及到油润。那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瞎猜，乱猜。它可以不冷凝过滤，但它可以使用其他的过滤，因此呢，骂这个可能部分就是跟苏格兰法规有关系哦。关于冷凝过滤标示的不清楚，并没有如此严格，因此呢，它其实中间有相当多的过滤方式，并不会需要完整的呈现在酒标上面。骂，我觉得这部分虽然没有办法，但我觉得这就跟我之前的影片中所提到的，是值得大家自己去玩味体会的。入口呢，酒质与用桶带出丰富的甜味哦，有果酱的啊，橘子酱的，牛奶巧克力的，然后带一股奶油的香甜，那种香味，奶香味，以及舌头触感呢，也带一种如喝牛奶时的那种奶香，或者是那种滑溜的感觉。那同时呢，在上述的风味下，底部带一股硫磺的味道，那在中后段，这个硫磺味慢慢放大，也稍微呢。或许有一些火药感也存在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口感累积，那多喝几口之后，我觉得带一股生烟的，会让人想要哈的那种感觉。那最后在尾韵呢，硫磺味持续着蛮明显的，然后加上一些丁香、桂皮的新香料的感受。那真的只有在口感累积之后呢，尾韵会稍微带一股 bitter 的味道。基本上感觉不太到什么木质味，整体呢可以用牛奶巧克力、奶香、硫磺，然后最后带新香料这样子的结构去理解它。好，谈到坦度，我想大部分的朋友对于坦度的认识都是雪莉桶吧，那只能在独立装瓶厂以及近几年推出的 Raken Oak 系列才能一探坦度在波本桶中熟成时能表现出来的牛奶糖的和果的 creamy 的甜美原貌。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刚刚的品饮影片中也有提到的关于硫味的表现，我自己对于硫味的观察，哇，这个很硫啦，哇，很硫耶，好好喝哦。啊，到底什么是硫味？首先，关于硫味怎么来的，对于我们人感官能所感受到的，我觉得可以分成两种哦。一种呢是火药味的，那简而言之呢，它是在处理雪莉桶保存时所发生的填充硫化物时给予橡木桶的影响的味道，那进而呢影响了熟成威士忌的味道。那它的特征呢有火药味、打火机、打火石。还有火柴盒的，而第二种呢，我觉得它是有温泉、硫磺的、臭鸡蛋的。那这种的呢，可能是有一些老饕所喜欢的味道、哦。那这个通常跟酒厂设定的蒸馏出来的蒸馏液有关，而且相当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桶型、在不同的年份熟成上，
这类瘤位有时候是明显的，有时候是被隐藏的。那在与橡木桶交互作用之下，有时候会加强。所以其实我自己不太喜欢使用瘤位，因为它有很多种表现方式。这就像是如果你讲果香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水果一样。基本上威士忌大部分都会有果香味啦，于是我们通常在记录拼音笔记的时候，会尽量的去详尽的写出是什么样的水果。那关于硫化物呢，它一直都以各种方式形态存在于威士忌当中，所以清楚的描述对于威士忌风味的讨论可能会比较有帮助。那以上资讯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各位威士忌爱好者是有用的。如果你喜欢频道，请记得 good luck Instagram， 有事可以转私。啊，还有 super thanks 哦，拜拜。